西，我们是卡卡西。那之前呢、啊，我跟大家分享过了一套圣诞节限定的 Happy 上，我超想要抽的，而且我在看你影片，真的就看到哦，这是迪士尼，就很兴奋，然后想要你带我来抽。我很喜欢迪士尼，他超喜欢的，而且我最近才看到他买了一个新的巴斯光年，嗯，还有那个胡迪。我今天呢，就是带他来抽这一套一番赏。你有抽过一番赏吗？没有，第一次抽。通常抽一番赏呢，都会有新手运，希望你可以抽到你想要的奖赏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我赶快带 CD 进去狂抽猛抽抽一番赏吧。次呢，迪士尼他所推出来的 Happy 赏呢，它的奖赏呢非常的丰富，1号到12号呢都是单一只的迪士尼角色公仔，13号到18号呢都是那种布偶，而且它的尺寸做的都还蛮大的。那 A B C D E 呢都是这种盒装的公仔，而且它的角色呢也是算是蛮丰富的。那这次的小赏它就只有钥匙圈，那钥匙圈呢也做的还蛮精致的。最后赏的话呢是非常大一只的米奇，那你最想要哪一只？我最想要的就是这个动物方程式，不管是单一的跟盒装的我都很喜欢，还有这个很可爱的三眼仔娃娃，这个我也好喜欢哦，这个看起来真的超可爱的哎。先预算几抽？我预计十抽。十抽是不是？那我们就一人先五抽，好不好？你先拿。好恐怖，因为你第一次抽是不是很紧张？245 ，OK， 我们准备要来开抽。它的签纸呢，跟我们一般玩一般赏的签纸不太一样，它是比较有厚度的签。我们来准备第一抽喽。什么？9号是什么？9号，我的，我喜欢，你喜欢对不对？我再帮你抽到这个第二抽。哦，小赏钥匙圈，那它这次的钥匙圈呢，它都是可以挑选的。第三抽。哦，小赏。我自己想要的是1号、2号，1号就是已经过气的啦，爱神，对，过气的，还不错。其实小公仔都还不错，我也蛮，你也蛮喜欢的。
17号，希望我们可以抽到。我先开咯。好，3号，我又得到了一只唐老鸭。粉色的，然后衣服的部分
分呢，它也是都是有带一点珠光的效果，还蛮符合啊十二月份即将到来的圣诞节。那我觉得还蛮酷的一点就是，它除了说呢，我们可以摆在有底盘，可以摆在桌上当做小公仔，你们可以挂在树上。对，它做这个线的用意呢，就是它可以挂在圣诞树上面。我自己还蛮喜欢，就是长发公主的。然后它底座呢，一样的是采用那种珠光透明的，然后上面呢也有它的编号8号。然后颜色上面呢，我是觉得它做的还蛮好的，它的里面呢是做紫色，有带有珠光色，然后发流呢也都有呈现出来。难怪大家都这么喜欢迪士尼的东西，都在意细节。真的，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，我们抽到了17号，赢了这个，超级开心的，抽到你整个眼睛都放大了。那这米妮，我觉得它的尺寸上面其实做的还蛮大的，看它的衣服，其实就是那种亮亮的感觉，也有做一些毛茸茸的感觉出来。一样的，它是可以挂在圣诞树上面的，超级棒的，整个树可以挂满。那这个三眼怪，它也是一样，它的圣诞节，然后都会戴三个帽子，然后他们的表情都不一样。有人会把就是他们叫声的那个东西做出来。对耶，我还没有发现到他真的有做出来耶，就是做的很有细节。我觉得这一次的奖项啊都超级棒的，又加上啊我们的手气超级旺的，整个就是大丰收耶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只剩下唯一一个一号米奇没有抽到，其他都已经凑齐了。我真的觉得卡卡西真的太强了，各位台北的玩具店要小心哦，我们可能会很少台北玩具店哦，偷偷出没，偷偷出没。我发现到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 Judy 啊？对啊，因为我之前有 cos 过她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她 cos Judy 的时候真的超级漂亮的，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欢 Judy， 因为她是不是就是很可爱，然后眼睛大大的，然后人设就是小小的，然后我就想说我可以试试看，然后慢慢看她，超级漂亮的。狂抽猛送呢，他们在12月份呢有推出来的盲盒的福袋，那一包里面呢总共5盒的盲盒，这样子一大包啊才990元呢，超划算，这才190元而已耶。你有抽过盲盒吗？没有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抽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开盲盒吧。我们开完了。那我自己是觉得啊，我的这个小甜豆啊，还有上面有一个莲花的这个做的超可爱的。啊，你的嘞？你觉得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只？我觉得这两个邦尼就让我吓到了，因为它做的是一个老虎，然后前面还抱一个小老虎，然后又是全部用粉嫩，然后它抱的那个黄色就很突出，然后它眼睛又做的很水汪汪的。少女心，我觉得我们这次看的盲盒还不错耶，而且啊，它这样子五盒一大盒的福袋啊，才990元而已，一只才199元。然后这个我记得它原价都蛮贵的，然后一个就卖190元，很划算，是不是？抽到超 lucky！、那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呢，12月份呢都可以到狂抽猛送呢去买一包来试试看自己的手气。那12月份呢，圣诞节要来临了嘛，说好要送大家圣诞礼物呢，今天当然也要准备给大家啦。那要送大家的呢，这个冰雪奇缘，冰雪奇缘一对的呢要送给大家。那老板呢就加码要送给大家这个史努比的盒碗，而且它是有造型的哦。那一次呢就是抽出一位观众，要送他们这两盒奖赏。那记得、大家要听我的频道，按赞这里面在下方留言，我就有机会抽到你哦。12月25号的时候呢，圣诞节当天就会抽出得奖者。那今天呢，非常的开心，能够带 CC 呢一起到狂抽猛送去抽一番赏。狂抽猛送的地址呢，就是位在新北市永和区的信义路22号顶新前站，走出来不到5分钟的距离就可以抵达喽。各大台北的玩具店要小心哦，我们卡卡西要出没了。那呢，大家还想要看我们卡卡西到哪一间玩具店呢？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说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影片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看影片别忘记去追踪我们的 IG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跟大家见面喽，拜拜。我们今天这样抽下来20抽嘛，有3张抽奖券。那看我的名字可不可以抽到 PS？ PS 我觉得就靠你啦，你运气这么好，新手运就要用在这个时候啊。3000块钱有1张，我跟你说，我们12月25号，我们就来看老板直播，看看有没有抽到。